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庄。今天是5月4号吧，还是5月5号吧？瞅一眼啊，今天是5月5号了。今天好像有点降温了，凉飕飕啊。一会儿准备把这台车往前开一开，看看里面改的具体什么样啊。就是台北90，现在帮着开一眼倒车。鸟儿绕着原声声诉。上车呀，给我拉哪儿去啊？上车。哎呦我天，慢点的，没关门呢。测试一下。去哪儿去？就在这个门口啊。然后给大家说个小事儿。嗯，说，请讲。给大家开个会。嗯。这整瞬间整的挺严肃啊，开会了。正好在这个，你看咱颠簸着路面。嗯。这车现在没有异响啊。嗯，没有异响。没有声，挺好。是的。还不错。前面那块宽点，上那块儿。行，怎么回事？上后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坤。我是小庄。啊，咱们上车说。这整这么神秘？神秘？神神秘秘。哎呀，我能坐下吗？你随便，你站着。我站这儿吧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坤。啊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事儿，就是这台车。啊。这台车是谁呢？是咱们吉林长春。我是一个兵，车主大哥的车，对，极度的这个对于当时的那个，当兵那个年代的事儿热爱和回忆，所以说你看前面贴着红色之旅，是的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们自己还自编自演那个小短剧，一整就发到网上，嗯，特别特别的有意思，嗯啊，然后呢，这是前提，去年的时候呢，这个大哥呢就在咱们这儿排了个队，嗯，说大坤，我有台车要改。啊，然后在你那先预约，我说没问题，咱们本身也是预约模式的。对。然后今年转过年来之后，咱们上班之后呢，应该是四月份吧。嗯。啊，就把车就送来了。是的。送来之后，我们聊得特别开心，大哥也是特别热情，说大坤，我特别特别喜欢你。嗯。我是你的粉丝，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也说了我们很多好话，说我太认可你们了，啊，这是前提，啊，车就送来了。嗯。然后呢，再说说这台车什么情况？这台车呢是大哥，应该是两年多了。在这个吉林买的，买完之后呢，嗯，经过了两次改装，嗯，第一次是在长春，第二次在哪我记不清了，反正第一次改完了不行，拆了重做，第二次呢改完了之后呢可能还是有问题，嗯，然后第三次呢他准备要改的时候呢，他们在外面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就碰到了好多车友啊，大家伙就说，他说你哪儿也别去了啊，既然你改的都不行了，你就直接找大坤去吧，反正你们吉林离黑龙江也不远，对，这也是前提啊，然后大哥就在咱这排队了，然后就兴致勃勃的来了，来了之后呢，然后咱们把他原车的那些东西拆除了，当时也拍了期视频，嗯，是不是？拍完视频之后呢，然后咱们就开始这个按部就班的进行制作。制作过程中呢，本身呢这两个椅子呢是想落地的，按照对卡座，也是按照车主大哥自己的设计。嗯，大家看，现在是起了个台儿，是的，可以看到吧？能。现在是起了个台儿，本身是落地的，但是在干的过程中呢，发现啥问题呢？这个因为是短轴的 V90， 它这个我左后方的这个轮毂包，嗯，它这个旋子特别大，这个椅子放不下，嗯，你要如果想放下的话就得往这边串，这个过道就没有了，是的，然后我们就及时跟大哥沟通了，沟通了一下，说这个你看咱们是往这边串呢还是往自己抬高呢，抬高的话底下咱们能做一个台儿，嗯，啊，按照这个车主的意思呢，咱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台儿，形成了一个对卡座，这块中间有个小挂桌，是不是？是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原车有一个三人位的奔驰座椅，这个三人位呢正常是二加一的，也就是两个连体的加一个单独的，嗯，这个单独呢正常是不能单独使用的，但是那个为了给车主大哥省点钱呢，咱们单独给他这个也是按照车主的这个要求啊，说你看能不能把那奔驰座椅按到副驾驶，咱们把底下的框架也改了，就装在副驾驶下边了，嗯，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啊，这些前提全部说完了，大家别着急听我说啊，嗯，全部说完，这全部整完了之后呢，然后我们这个就弄好了，弄好了之后呢，五一当天呢，大坤当天是有事没来，对，然后呢车主大哥就兴高采烈来提车了，五一当天，嗯，啊，当时人也挺多，是不是？挺多，当天人也挺多，然后呢我没在，小庄在，小庄说大哥你看有什么需要检查的，然后好好检查检查，然后咱们给处理处理，对啊，但是可能当时哥也着急，也是过于对咱们这个过度信任，嗯，就把车开回去了。开回去之后呢，当天晚上咱这后续的这个故事就开始了 啊。当天晚上大哥就很和气的跟我说，嗯，啊，发了信息说大坤向你汇报一个事儿，这个地方不满意，那个地方不满意，这个太阳能板上那个胶不满意，嗯，几个地方呢，一个是副驾驶，因为咱们改了奔驰座椅，
下面那个框包的这个不是特别好，嗯，这个确实是大哥给我发了视频啊，有螺丝批的，包括咱们这种金属装饰帽，嗯，有的没拧紧的，嗯啊，这都跟我说了啊，这是一个点。第二点呢是太阳能上面的抹的胶，嗯啊，咱们在太阳能上面抹的胶，我后来确实看了，也是这个参差不齐，不是特别好看，嗯，啊，这是两个。第三个呢是这个电池仓没搞卫生，嗯，弄完之后呢，然后这个全都是灰。然后呢，我本身想当时跟大哥处理一下，就是当时已经跟我说已经是5月1号的晚上了，嗯嗯，啊，本想跟大哥处理一下，然后后来我想想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呢，我就一直在琢磨。啊，我就一直没回复大哥。嗯，这个也是我们最怕发生的问题，就是让大家不满意。嗯，啊，然后也确实是我们这个在工艺上出了毛病，所以说今天我就自爆。对，啊，我是自爆卡车，现在我就爆了，我也不用别人来黑我，我自己摊牌了，我自己就摊牌了，就这么点事儿啊。我改完的车，大哥不满意了。嗯，然后紧接着呢，我就一宿没睡觉。嗯，这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但凡有点事儿啊，我就一宿没睡觉，然后我想了好多种方案。啊，如果正常来说呢？可能要解释，说比如太阳能板抹的胶不圆乎，是不是，嗯？我可能要跟大哥解释，我说这个只要它结实就行，或者是那个工人师傅没注意，或者五一当天太忙，或者是我们这个转过年来这个事儿多，等等等等，想了一系列的话，但是我一句没说。嗯，啊，我一直在想，完了大哥就给我发信息，一直在发，但是很客气啊。嗯，人家这个车主大哥的意思呢，也是这个大坤啊，得亏我是你的铁杆粉丝，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。嗯，啊，我肯定不会去跟你说的。这个，但是你以后今后一定要注意，就是我们两方都是好的，都是这个，想把这个事儿这个，处理好。他也是好心。对。啊，他想告诉你以后别再发生这种事儿了。对对对。然后，但是我一直都没回，然后那个包括这个座椅下面这个尾板。因为改造的是奔驰座椅呢，然后它有一些想不到的地方，嗯，所以说呢尾板呢围的不是特别好，当然那个木螺丝拧劈了，这个是工艺上的问题，嗯嗯啊，然后这个装饰帽没拧紧，这都是工艺上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嗯嗯，包括那个胶没打好，我也都没解释，嗯啊，然后呢，我到了这个凌晨4点多，我就给大哥回了个信息，你稍等啊，我把这信息调出来，你看我咋说的，嗯嗯，这个故事有点长啊，咱们这个当个故事看。对，我是一个兵，大哥，我是一个兵。因为我这个微信的人呢也实在是太多，所以说呢，我只能这个搜索名字。来，大家看过来啊。周五凌晨4点，嗯，我回的信息，大哥在周四的10点24还在给我发信息。这是咱们的配电仓。大哥给我圈了几个位置，表示这个配电仓里面有灰尘没有吸干净，嗯，是不是，嗯，啊，然后我就回复了，大家听啊，咱一起听。我刚才那个没回信息，然后我想了一下子，这个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这样处理一下，因为这个出现问题了肯定得解决，我这面这个怎么解决就先不用管了，可能落到工序，然后咱们这面呢白天亮了之后呢，我安排一个板车，然后把它板过来，这个3天左右再把车送回去。您给我发一个这个地址，或者是定位，然后呢，我今天白天上班之后呢，我去联系一个板车，然后您什么都不用管，把车给板车，把钥匙给他，然后他就拉过来了。其他东西咱们先不说，咱们先把这个东西处理完，结束了之后呢，然后这个该批评批评，该这个。该这个接受教育接受教育，现在先不提这些事儿，先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了。对，我发了这3条信息之后呢，嗯，然后那个大哥就给我发了定位，这是我凌晨4点钟发的，这是真是没睡觉，然后大哥也是起得挺早，5点38就开始给我回信息，嗯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整个这一晚上的过程中呢，我因为我这个人吧挺愿意琢磨事儿，嗯，这一晚上过程中呢，我想了无数种这个情况啊，比较极端，改装厂不干了啊，哎呀妈，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包括把他车买回来，是不是？包括把钱全退给人家。后来仔细想想，这个咱能力达不到。完了，想来想去，然后我就跟大哥发了这3条语音，我说我们雇一个板车，好歹是咱们近一点，要是远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我给你拉回来，按照你的要求呢，咱们重新给他处理一遍。嗯，啊，本来在大哥给我发了一晚上的信息嘛，很多很多，我以为好多地方这个都不行，结果仔细一看，没啥大问题，我们通过好像能有大概
4个小时左右吧，加在一起4个小时左右就把这些问题全都处理完了。嗯嗯。啊，把车拉来之后呢，今天呢全部处理完之后，又让我们的设计师跟大哥现场视频。对。啊，看了他顶上太阳能板的胶行不行？嗯。又看了座椅下面重新做的尾板，满不满意？然后中间呢，大哥自己又加了个小台子，因为是这样。因为是这个原车这块是个副驾驶是双人座，嗯，所以这块是露铁的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块是露铁的啊、哦，看到了。电话接着说啊，因为这个原车副驾驶是双人座，对，双人座这个拆除之后呢，换单人座椅，这个位置就露出这个铁了，嗯，大家看，这个也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，嗯，这是原车的位置。然后呢，这回大哥说那个大坤，你看这块不太舒服，你给我做一个小平台小板儿。然后我就问我说是什么样的板呢，大哥就简单给我形容了一下，就是一个平台啊，异形的往上一卡它就是平乎就行、啊、咱就按照大哥的一个要求给做了一个卡在这儿了。嗯嗯啊，除此之外这个后面那个床的部分呢，然后这个家具的部分大哥没有说这个特别多的东西、哦、没提是不是，对，电路系统这个使用也没说，只是说这个里面这个灰尘的问题了。嗯，简单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然后跟他全部沟通完之后，视频又确认了一遍之后，他说没有事了。然后也就一直全程都是非常客气的啊，嗯、人本身是不想让咱返修的，这是咱们主动要求的。对对对，啊，一会儿就可以用板车给他拉走了。嗯，啊，引以为戒，对，啊，用这个事儿呢也来教育自己一下，鞭策自己一下。嗯，然后呢，也是自曝一下，就是也让大家知道呢，我们干的这个东西呢，也都是人干的。嗯，不是不能十分的完美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啥态度呢？嗯，你来取车的时候，验车的时候呢，你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，你现场提。对，当时你就说出来。对，你只要现场提，我们马上就能办，就能满足。对，你要开头可麻烦了。对，但是它有一个啥前提呢？比如说，就像这个 U 型座椅，咱们加高了，嗯，这个当时车主自己定了之后说，那我们加高来了之后，现场看说这个不好，那我们改成这个往外移的，这种就不行了。嗯，这有点太大工程了。对，这种就是你提前咱们说好的事儿。我们如果没办到，那咱们就是马上就是重新做、嗯、或者是返工，这些都可以。嗯，但是如果说好的事儿，如果是个全部推翻，这是另外一个事儿。对啊，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，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嗯，一直有朋友在说啊，说这个大坤你这发展速度太快了，来的这个车友也说，其实视频长点咱多唠叨两句啊。对，你这发展的速度太快了。完了，来车友说改车，我说大概排1个半月到2月。他说你干啥排那么长时间呢？嗯，我说这个我们就这么点产能啊，人就这么大，场地就这么大。他说你租大厂房啊，你多雇人啊，是不是、啊嗯？你把人都上来，完了你就有钱，你赶紧挣啊，对啊。但我说那样不行，因为我们要保证质量，我们确保不了这个每一个来的师傅都是一个厉害的这个人，嗯，对吧？是的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一定要这个严把质量关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产能就这些，嗯、没办法扩大，嗯，啊，然后包括这个去年。这个有干的特别好的师傅也让别的改装厂挖走了、嗯、啊，老来挖人。对，你这一天这个光培训了你是天才捧哏光培训了是不是，多了不说了，少了不唠，咱们就以这件事情引以为戒，然后、嗯、也提醒大家有什么事在开走之前一定要这个及时跟我们沟通，我们不好意思，然后也告诉自己这个我们也要反复的检查，嗯，对吧？有朋友肯定说了，说那你让人家看你自己是干啥吃的呀？人家也说的也没毛病，嗯，但是它存在一个啥问题呢？这个东西呢，你说要是标准化的格式没问题，你说这个车短轴的车，我们就是双人座加后横床，你来了之后啥布局不改，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没问题，我肯定给他做的这个一点毛病挑不出来。嗯，但是每个人的想法千奇百怪，嗯，我们一直做的就是私人定制，满足大家的一切需求。对的。但是呢，大坤的脑袋呢也不是电脑，你在一开始跟我提出这些大部分东西之后呢，我也只能说出一部分东西不合理，一部分东西合理。嗯，啊，我也不能把这个所有东西考虑全了，后期出现什么问题也想不到。对， 对吧？但是跟这个太阳能板的胶打得不好看、啊、都没关系啊。嗯啊，咱只是说这个是工艺上的事儿。对， 对对，是不是？不多说了。然后这个一会儿我再给大哥亲自刷刷车。嗯啊，用小抹布用手好好擦一擦，在大号尾上擦一擦。然后刚才那个红肠忘拿了，然后为了深表歉意，给大哥也买了这个红肠。还有这个黑哈尔滨的特产对青山烤鹅，还有哈尔滨的红肠，放在车的这个位置，到时候把车直接拉回去啊，请大哥消消气儿啊，放柜里别掉地上。原谅我们的这个过失啊，我们会更加的努力，不辜负你的希望。嗯，然后也希望啥呢？全国的改装厂都是一样啊，嗯，做好售后服务。
好不好？好的，就此结束，多了不说了，太磨叽了。然后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下期视频给大家带来咱们这个新疆的大通 V80 成品展示。好的，好不好？行，拜拜拜拜。看看这对形烤鹅，这面是红肠，我的妈，还挺沉呢，挺累手啊。车这整哪去了？这儿，咱就给它放车上。放到个什么位置呢？啊，先放个副驾驶啊，开不开门了？等会儿啊，给我这个，请注意查收啊。哎呦，真沉呐！我看看这大鹅，挺有分量。哈尔滨的地形烤鹅老好吃了。哎呦，老香了。后悔了，能不能把这轱辘卡了，我自己吃？关门。关门了啊。这个司机，嗯，看咱们雇这么多板车，有的人就贼稳呐。你看这个师傅，嘎嘎稳呐，更稳了呗。说话也稳呐，办事也稳呐，你开他也稳呐。你看有的时候，谨慎的很啊。那往里开车那个司机，那赶上就是好像是下一分钟他要不出这个大门，他就得损失500块钱的感觉似的。老急老急，油门都踩到底儿，嗯，这玩意就一个人一个样，嗯。然后我又发现一个新的好职业，就是这个板车司机啊。刚才我跟尹哥跟他唠嗑。15万买车，嗯，一年回本，全国各地到处跑。哎呀，我再加上咱们这个自媒体，这不跟佩奇的货运生活一样了吗？嗯，这是叫这个大哥，叫大哥的拖车生活，嗯，一下就得火。现在没有这个题材，朋友们啊，抓紧时间。而且人说了，小证就能开，还不用货运资格证，又能旅游，又能旅游，又能挣钱，嗯，挺好。就是睡觉的地方也得小，睡觉地方对，有点小。行吧，就这样吧。收队啊，这个事情告一段落了。嗯啊，然后拜拜，继续干活。